其实澳洲最吸引我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咖啡；第二，空气；第三，吃的食物。然后来到了这家店叫 Campus， 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他们的理念、他们的运营、品控、咖啡的品质都把控得非常好。他们在不失专业度的前提下，然后能达到每天能做1000多杯咖啡。对于咖啡师来说啊，你如果想达到一定的专业度，又要达到一个出品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你需要极度的热情，以及你对这个行业持续的高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整个这个营业的时间啊，你看啊，开得非常早，关得非常早。所以说我每当我到咖啡店的时候，我看到咖啡师然后一边做咖啡一边跟客人聊天一边笑，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好，因为它能够带给人快乐，能让人就是很开心。所以说我每当我去到咖啡店里边看到 barista 在笑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这家店一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个因为他们的 barista 对待客人的这种真诚度，以及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点了一杯 cold brew， 然后我们的编导 Brian 他点了一个最最推荐的一款叫 avocado， 所以说冰淇淋搭配咖啡可以尝试一下。Love your smile. Thank you. Enjoy.这个去年我点过一次，非常非常非常赞 Nitrogen Coffee。 然后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它是有这个氮气一直会沉淀的，你看它会有一层层一层层的这个氮，就是这个气体。这个是白巧克力的这个风味，再加上上面的 espresso。 他们店里边出品啊，就是下边会放上所有的冰激凌球，上边淋上 espresso。 所以说当你在吃的时候呢，可以边喝边吃。哇，我最喜欢的就是咖啡师在工作的时候呢一直笑，这是他们这个 Campus Coffee 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咖啡师无时不刻都在笑，都在跟客人聊天。我觉得这就是咖啡师不能被全自动机器所代替的一个灵魂的东西。我们晚上，然后一堆人来到好朋友的店里边，本来已经打烊了，然后呢遇到好朋友之后，哇，一定要过来看一看的。哇，好温暖的一家店，上面那个灯非常有意思。收音机前面这两个小可爱，这两个一定是非常招财的啊。然后这下边你看啊，这是咖啡的果皮。咖啡的果皮是长这样子的。 Espresso 3.5， Long Black 4块， Hot Chocolate 4.5， 4.5 基本上都是在4块钱左右啊。这是6盎司的外带杯，小小的很 mini 啊。8盎司的是主流的，国内的8盎司和12盎司主流的外带杯。这是 piccolo， 这是 espr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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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个颜色要比咖啡的颜色要浅一些，它是这种淡红色的。咖啡店的颜色呢，它稍微有点深深的。先尝试一点，我有点忍不住了，因为刚才我闻了一下，太赞了。这闻起来有一点点那种发酵的那种水果果肉的那种味道，闻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好甜呀，酸酸甜甜的，这喝起来跟果汁一模一样。它因为它不是咖啡，它是咖啡的果肉果皮泡出来的饮料，就加了一些冰块。这是那个橙子的，烤干的橙，烤干的橙子片，再加上一些装饰。这个是气的，也是含一些咖啡因的，但是咖啡因的含量比较低，虽然说是晚上了，也可以喝。就喝起来非常像我们买的那种果汁，就是比较特别的果汁。Jacky 送我一罐，哇，好开心。这是 Panama Geisha， 然后这是 Colombia， 这也是果皮，也是果皮。哦，它果皮还比那个果那个咖啡豆要甜一点。对，这个就不用了，不用，这个真的不用了，就是这个带着就很方便。感谢。因为冲不了，好热情，冲不了几。尝试一下。哇，好甜好甜！这是 Deluca， 它是2019的 Roast Champion Australia。哇塞，真厉害！那个日本人蛮厉害的。自己。Project Two， 你们店是几点打烊啊？四点打烊。这边差不多，我看都是四点左右。来看一看这个牛小咖的导演怎么做咖啡啊？毕导，不要给牛小咖丢人了。这个压力很大的哈。呦！哎呦，不要抖，别抖，不要紧张。小咖，哎呦呦呦！快撒出来了你！hold住！哇！我的前面三片惊呆我了。可以，好看的 Q1， 不好看的 Q2 啊！看一看这个壁导，这边放了一个秤，放了一个电子秤，然后呢，这边有个接粉器，每次接出来之后就直接就开始称了。因为澳洲的咖啡师真的压粉压的太多了，所以说现在就用这个减轻咖啡师的压力。我好喜欢你们店的色调，白色。这个日本白的。我有在想，这个它是水滴下来了之后，它会溜着下来吗？对，然后会这样子，然后它也可以这样子慢慢让它走。哦，原来是 V60 跟 Cold Drip 一起的。哎呀，我的天哪，这是原来是这样的原理啊！它是日本，好像是2018还是2019新研制出来的一个什么鬼。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冰滴壶，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好奇，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冰滴壶。淘宝上看人民币22000多。22000多人民币吗？淘宝上面啊、那你买的多少钱呀、这个？我日本让我朋友帮我带过来的。1500块澳币。我那也很贵啊。1500澳币。这个你在澳洲官就是 eBay 上买。2250再加 shipping 费，这么贵吗？哇，2000多澳币！这个现在只有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只有我们两个有啊，现在。哇，所以说我就看着非常的话，你一般做手冲沙吗？哦，那对，哇，我已经闻到了香味，来给你们闻一下，隔着屏幕，能不能闻得到？闻到 Q1 Project， 哇，太香了。那个是定位吗？直播，不是直播。
扣一那你看不看哔哩哔哩？哦，哔哩哔哩它是可以发弹幕的，对，它会飘过去。自己设计，自己是吧？自己装，全都自己。我是没有这个设计的。昼连关门带开两个半星期。他们这边干那个工作比较效率比较慢，对，自己比较快一点。对了，怎么称呼你？哦 ，Tony，Hello，Tony，Tony 啊，你们节目的粉丝啊？哇，真的。对，我跟他们讲，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B 站，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开业？十月底吧，十月底开业。对，哇，好期待。对，继续看你们节目。这个能做非常赞。对。YouTube 没有。对，我就看 YouTube。B 站。吸铁石可以吸上来了。你的比例怎么看多少？就这么多。对。在这上面自由组，By Tony。后面呢？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然后门口就会以后会在这个位置。嗯，现在大概是一个95%这么一个状态。嗯，对，像这种板全是我们自己地自己切的，石磨的不便宜。对，像墙上的线，对，是贵的。这是地砖。哇，还真是，你看这条线，这条线延伸下来，包括这边台面，真的是。所以像我们的施工团队也比较难做，对，一定要计算的非常精准。对，他们都拿激光在打，他在 menu 也是一层一层激光打上去，所以我们真的装了好久。展示蛋糕的那个，对，培训。哇，这个看起来真的是用心做了呀，这必须要定做才可以的。对，这不定做做不了这种感觉的。对。很多没有 compress， 我每次都定量，所以尽量让它出品要每次一致。嗯，但是我们就是澳洲人比较 fast， 所以减少咖啡师的压力。对，我们培训员工比较简单。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看到这家店，那时候呢正式开业，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店。哎呀，为什么每次出来旅游都会有这么几天是要下雨的？我搞得很狼狈，相机也都湿了，相机都快坏了，兄弟。哇，胳膊镜擦一下。哇，每次都有雨中漫步的镜头啊。然后我们现在到了悉尼的这个唐人街。超冷的，今天是我们来目前为止最冷的一天。这边是一个叫 Market City， 哇，终于到室内了。Caution glass behind， 哦，这是一个新的电梯，应该是有人在搬那个搬家，哦，或者是在装修，所以保护一下。Level 12. I saw the logo. Oh my god. Oh my god. Come on in. Beautiful. Yeah, take a rest. 我们到了好朋友的家里边，你看啊。We also have Airbnb next time. 哇塞，太棒了。哦，对，中文。讲中文啊。太棒了。Whatever they call us, whatever they do.Circle of fools. Whatever we will means got nothing to prove. But in the dark, I'm starting to. Whatever they call us, whatever they'll do, we're running together. I'll be here for you. Whatever we will miss, we'll find something new. But in the dark, I'm starting to. The missing words you. 这是朋友的。吉他，然后很漂亮。You know what we just did? Oh my god, that's crazy. The things I have never did. Okay, go. And then found that fish, and then I pour the water from the ocean, and then the brew. Oh my god, that is special. We all get wet. Okay, if you use this one, this is better.这是他们的，从这边看过去，哇，好漂亮！有很多奖杯，
2019 Central Region Latte Art Champion. 2019, 这么多的荣誉啊！哇，太漂亮了。You're going to make a V60. You're going to make a geisha village. Yeah. Geisha. Yeah, geisha village. Very expensive. It's like a Ethiopian coffee, but with a geisha variety. Sobia geisha. Yeah. What is this grinder? This is hand grinder. Very expensive. I think it's $600. I see from the video. What brand is it? If you're at home and you don't have the EK.But sometimes we lazy, we just want to use the EK grinder faster. Now, see this one. That's why need you to help. See, you, when you brew it, yeah, it's a little bit hard work, you know, or not heavy. Okay, then you keep doing that. I'll prepare this one. It's quite easy. Yeah. Should we go over there or here?Move it over there. Oh, very fast. Yeah. Yeah. 这个好重啊！这我第一次见这个。哦，它上边是可以有刻度的，应该调刻度的话，这边有数字。可以调刻度。K I N U. Is it the brand name? K I N U. Kino. But this is a German brand. Yeah, because it's heavy.德国做的的确是手感很棒，而且它的这个非常精密。哦，它这个还不是卡扣，好像是吸铁石，它是有磁性的。Okay, now I can try. Yes. Alright. I keep going. Yes. So you see, they already stopped the timing at the exact moment you start the brew.And then the blue line, by the time passed, the blue line means how many water you input to the system. And then the orange line will be how many grams of water you input straight up. Not too heavy.Gimbal 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小的八爪鱼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晚上来阳台看一下，然后拿着一杯咖啡来阳台。又是一个雨夜啊，在悉尼。我记得去年也是，去年在悉尼。然后最后的一个晚上就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今天也是，因为明天要离开了，外边也是下了很大的雨。然后今天在好朋友这边待了一天，他就住在这个华人区 Chinatown 这边，我蛮喜欢这个地方的，真的，这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相当于是 studio 工作室一样，他自己可以培训学生，经营自己的这个品牌叫 GB Jog。卖一些咖啡的拉花缸，然后呢卖一些咖啡豆，非常好。悉尼的最后一个晚上，然后好朋友呢他是
他带我们去吃泰国餐。Is this one? Thai street. Oh, this is Thai street. 这边是一个泰国街。Yeah, sure. 我们这艘船，然后停到这个歌剧院旁边啊，停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是故意让我们来拍视频拍照的。哇，晚上的这个歌剧院啊，还是蛮漂亮的，因为它周边啊有一圈灯光。一边是这个桥，很出名的这个雪梨大桥。终于到了，是吧？就在前方，感觉就跟做梦一样，就像做梦一样，对，感觉爽吧？这边的，哇哦，整个氛围特别的 relaxing， 很舒服。对吧？其实晚上，今天晚上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冷啊，还有一丢丢凉凉的感觉，但是呢，没有特别冷。这边的人呢，也不是说特别多啊，我觉得应该没有外滩的人多，外滩人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这边的话呢，就是零零散散的。然后我们现在从海边离开了，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最疯狂的一天，下了暴雨。在海边冲咖啡，做咖啡，做拉花，然后喝用海水做的咖啡。哇，真的是，这是我目前为止这一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嗨。但是这个牛奶呢，它打发了之后
faster. 然后现在呢，它这个冷却好了之后呢，它会取出来。哎，我就要分心了。吃起来怎么这么有种奶油的味道啊？你知道没？我不知道。为什么白薯条有奶油的味道？